11月17日，李荣浩在微博更新一张近照，并配文：“请留下你此刻的心情。”有网友发现他在另一社交平台更新了同一张照片，但配文却是“来吧，往死夸我”。粉丝见后调侃道：“怎么还有两副面孔？”还开玩笑让李荣浩做人坦荡荡。据悉，小眼睛李荣浩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，刷新了大家对于他所有的认知。其实李荣浩还没有公布与杨丞琳喜欢就订阅呗。